昨天迎接周末，特意换了个飞香蕉射击游戏的基本，玩着玩着抬头看到了街机抬头上的游戏小海报，忽然就想能不能用我这个金属拼装玩具拼出个双翼飞机来，这样游戏的时候更有代入感，说干就干。先解体，首先说下啊，这个是古董玩具，是日本艾伯赫公司在70年代发售的拼装积木。艾伯赫大家可能不熟悉，它可是日本老牌的玩具公司，日本第一台家用游戏机就是这家公司制作的，牛不牛大家下面留言就行了。瞧这包装泡沫边上的包浆自然磨损的真漂亮。扯远了，准备好零件，照着网上下载了图片和我自己的说明书，画了个草图出来，用我所有能用的配件先拼出个大概的样子。一个小时后，两个小时后完工，再在街机上面拉个绳子吊飞机用，高矮正合适。老铁们，我要去感受一下玩飞香蕉时头上有架一站双翼飞机的真实感受喽。Thank you.